噶吓，紧张咧就难以避免嘅。睇下呢边咧，高美斯有冇机会啦？入到嚟心脏位置，俾到过嚟，哎呀，中华明都入，入波嘅系加维兰，73分钟，热刺争取到佢哋喺争标路途上面非常之紧要嘅一个入球。系啦，咁啊，当然功劳咧啊，高美斯功劳好大啊！咁啊，左边咧偷顺住对方漏踢，咁啊落到去嗰个位度，佢处理得都算系咁噶啦。虽然有啲论尽，咁但系咧，加维兰咧都摄到个位啊。加维兰都论尽噶，不过庆幸幸运之神眷顾住杰志。呢度嗱，见到啊，系啊，川内豪太漏咗个波，高美斯。條門柱都幫埋傑志啊！中正條門柱碌翻個波入去龍門框裏面，傑志憑住呢個嘅入球，憑住加維蘭呢一腳先開紀錄。哇！其實都射得好。